是 Wacky Boy， 哎 ，Go！ 我是林丹，是谁？凡。你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吗？我们都是有牙特，牙特三兄妹。今天要教你们特别的东西，什么？因为我上次做马卡龙，圣诞节系列马卡龙，回应非常的好。这好可爱哦。对，你宿醉。对啊，所以我是今天来找到一个能解酒的蛋糕。对，我是九妹的哥哥啊，九位啊。念出来，我想知道怎么念。Oasis， 三个英文白字好不好？这比上一次更长。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今天要介绍的材料有什么？好，有我们的杏仁粉30克，很杏仁哦，很杏。然后可可粉5克，哇，很可可的感觉哦。糖粉62克，废话，蛋白33克。那好专业哦，今天。我也觉得。对，然后细沙37克。我们要准备两个钢盆，还有刮刀、筛网。哇！第一个步骤就是把62克的糖粉过筛来。过筛检哦。对，又要去验哦。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讲，放口水喷进去很可惜。对啊。我们是 YouTuber， 不讲话要干嘛？那我们不要讲话，就不要讲话。过筛完之后，我们把杏仁粉倒进去。对了。搅拌在一起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倒一点点的可可粉。一点点的来啊！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可以 ，OK。3/3，好兴奋哦！这就是多人混粉。下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蛋白倒进我们的钢盆里，对，然后我们打蛋，打到发泡。OK。OK。怎么会有机器啊？你哪里来的机器？你怎么没有机器啊？谁需要那个机器啊？我的手速，你敢相信吗？来，我看一下。耶！哇！打蛋啊！打到发泡之后，差不多呀，厉害。压，没我压一半，认真到胸部而已，压到胸部。好，到胸部。那我们要在里面画一个 J。我会画69吗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麋鹿，所以我加一点，两滴，待会就会有麋鹿的颜色。好，把它拌好。好，我们半压完成之后，拿出我们的套嘴。好，全程使用啊。怎么套啊？平常没在用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马卡龙面糊完成了，这里有3到4，那我们喜欢小小的，所以我们大概介于3到4中间。真的，我们可以当正面，然后另外一个就当反。这个是冬天的那种鸡兔啊。另外一个当刚睡觉起来很冷都会这样。对，那我们要大概一样大，不然会歪来歪去。那我要吗？歪来歪去。那我做的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很棒。奇怪，不要做迷路吗？我为什么做那么像赛啊？哎赛！哎，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弄啊！啊，那你没有那快点啊！拜拜拜！快点啊！另外一个赛，快点啊！你怎么都赛啦？你可以像我一样吗？好，快点，可以了。我们画完了，可以拍拍。讲好做迷路，你做一堆手掌干嘛？待会画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你看，因为尊生他打蛋白的时候没有打扮得很均匀，所以上面就会有点沙沙的。那这是比较均匀的部分。你的这个有什么基督啊？你是你这样搅拌的？这是你自己打的。我打啊。对，真的要搅拌均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可以进烤箱了。我们烤箱大概烤17到20分钟。打就进去了，打了进去。那我们烤完麋鹿之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拿糖霜来画，好，就叫自己画就对了。对，自己发挥你的创意，好不好？有有要剪开啊！要剪开！要剪开！我刚刚一个人在挤半天，我差点爆出来啊！等会你还是可以用我们的牙签。你在干嘛？画太空了！哇，可以撕了。这个是什么三根啊？不是，我们要画圣诞老公公啦。我
自己，我有我的想法。来哦，现在这边帮你补一下维金池哦，先玻尿酸再一点。要埋线是不是？啊，就埋线，净肤镭射弄一下。来看一下我认真画的。OK， 搞定，艺术就是爆炸。你看我们三个人作品出来啦，一看就知道是不分轩轾啊。现在就要来做马卡龙的内馅了，那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巧克力120克，奶油24克，还有鲜奶油80克。第一个步骤呢是把鲜奶油煮滚，煮滚之后呢，我们冲入巧克力，冲入巧克力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拌匀。拌匀。对，拌匀之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奶油。奶油之后再拌匀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看似简单，但其实它要非常用心的去做，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。干嘛？做啊！你认真啊！我认真啊！老师说上下，我 E S I D 啊。Win I 哦哦哦哦哦！内馅已经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。老师都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啊。我讲吗？那极限就这样极限呢、啊？好，来，一个骨碎啊！你干嘛呀？哎呀！撒上我们的金粉。哇！对。我觉得孙生拍完这一支的还没有进。我撒上金粉就完成了，这金粉哎！耶！完成了我们的造型马卡龙。我觉得我可以用高价来卖这个。不要买啊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的都很有自己的。这不是业配，平常都不说这是业配，但这不是业配，那没有，但是真心推荐，是我朋友开的店，大家可以来做自己亲手做的马卡龙给心爱的人，超屌的。下次想要看我们做什么样的料理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或者是想看我再把什么食物搞爆炸，都会炸给你们看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。